结果厕所我昨晚洗了啦，我大概那个厕所用了差不多一年了，那个方法用了一年半了，你看干不干净啊？因为什么？我要发明一个新的方法，方便我们的懒惰人呢？什么方法？完全不用洗衣粉啊！那盘的洗衣粉实际上是个马桶那个牙。我想到个新的方法，我会教你怎么做出很好的方法，又不会伤害你的厕所，又会弄得好干净的好。这是第六个视频，教你怎么洗厕所。为什么我要做呢？厕所呢，我为什么做很多呢？因为越来越有灵感，令到厕所更加保护它。所以变成呢，这个厕所呢，我用了一年多了，你看，现在不清洁。之前个照片是令我厕所洗了咗之后，给你家仲清洁一年多了。咁我如何咁样清洁个厕所呢？有方法，系又很省事、很方便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呢，怎么告诉你先啊？我坐下来做给你看啦。咁啊，然后呢，个厕所咧最重要咧吓，咁啊，如果你咧，我准备一个水枪先，水机，我哋嘅嘢又叫水枪，又叫水机，随便你啦，你喜欢啦。咁啊，然后啦嗬，咁啊，首先咧，你首先清洁点点，你买一个手套，呢个系老公的布的手套嚟嘅，吓，好像啲老又叫老公手套，所以布嚟嘅。仲撕了先，然后呢牙膏，为什么我要用牙膏呢？真的，因为牙膏有什么好处呢？主要它清洁很快，给什么清洁呢？是比较快了哈。咁我用一种石头啊，什么都好啦，比较一种水水嘅滑滑嘅，浸咗一次啊，咁啊要打开啲牙膏，咁啊在个厕所度。完全不用水洗，等一下先哈。我就是怎么清洁了，主要牙膏呢很快清洁，它有一种薄荷的味道，很香很清新。咁你譬如说为什么用的手套呢？我不用我说啦，给你自己try 啦，你们好聪明的嘛，不用我说多余的说话啦。好像你安静的注意下这里注意下，好方便好方便。你可以个手套撩下起来用也可以，因为我们常常呢度咧好恩恩的，连住嗰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因为上面也是恩恩呢度，所有关于个厕板咧，我们就用这个方法。咁啊，这个启动就这个方法。就是这样简单，咁啊呢度安静，有摸一下呢度咧个齿痕，下面咧吓也是这样，因为牙膏咧嗱，你怕它没有水，没关系，湿一点点水，咁啊呢度也是蛮重要，因为我们常常干掉有油啊，呢度齿洞咧就不用，呢度不用，就是呢度不用，是呢啲安静啊东西先，咁啊然后咧。旁边这种整个最干净了之后呢，咁然后啦，我就用个水枪 ，OK， 也同一个方法，同一个道理，我洗呢度先，因为我们一年省时间啦，还有我想到这个方法呢，也是对你们嘅蛮方便，好多东西不用浪费呀。弄烂我们的厕所啊，因为你洗衣粉呢放下去吹的也是刮刮，我后来想到了，给你们多个选择啦，你们喜欢哪一个也可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就试一试干净啦。咁啊，刚才我捽了牙膏啊，好清洁，又保留牙膏的味道，整天很清新，因为牙膏呢全部都很好，很干净。咁啊，洗完啦，整个厕所呢。完全了，完完全全了，我不用走到这么前面了。
那么整个去上面洗一洗，那么干净都掉。OK， 呢度刚才我煮个牙膏嘅地方，我就要用这个方法嚟洗啦。嗯，咁啊，然后缩到这里啦。咁啊，这里呢也是很简单。嗯，就里面啦，我怎么控制它呢？清洁啦，我清洁就不用放洗衣粉啦，因为我觉得会弄烂我的厕所，因为我觉得个厕所呢，你放大了油呢，它不会粘住东西的，你每天大便小便冲走了就没有咸的味道，它就不会粘东西的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方法已经足够了的了已经。咁啊，然后怎么洗里面呢？你不妨就用回那个袋，那个袋我们完全不用洗衣粉。咁啊，这边啦，咁啊，这边先洗里面，因为我们每个款式不一样的嘛。咁你搓里面啦，啊，那个也是搓里面，搓里面，不要紧的，最重要你能做到它的技巧。所以我整体的方法呢，我尽量不想弄花我的厕所，因为我觉得厕所真系对我来说，真系你保护它，唔好用嗰啲东西咧，梳啊、台啊、拖地啊，令到它咧花了啊、更残啦，对不对？咁啊，好干净嘅，因为你油咧每天你洗你自己趁机洗，我梳没有用的，最重要你们趁机啊揣过啦，嗱，好像我刺冬啦。有很多油了啊，那你不妨有时间啦啊，因为我那个方法呢跟上时期还不一样，我完全还不用那种洗衣粉啊，也是要用到了，你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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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的油啊，跟这样的污渍已经吃掉了，给你做餐了，它要油的，没关系，油不粘住那个厕所啊，保持清洁就 OK 了。那个气功，来，就能将，那油没关系，我们上嗰种洗衣粉伤害到我厕所，啊，拿出来，啊，个气功，哎，不够干净啊。我再拿上去擦一下，我不想动用洗衣粉，因为我觉得很伤害个马桶哦。因为洗衣粉呢会刮花的，我将呢啲渍啊用个袋抌走啦。咁啊，然后拿上来，咁啊看到它有点污渍嘅，你不管啦。好像呢度咧，啊呢度啊，真系用得久呢个厕所。一点点都有的了，不可能是完全，因为我很久没有用那种洗衣粉，我也觉得不需要了。那么就这样，觉得它有点，这个模来的，不会刮花的。那些污渍呢，我现在完全不用洗衣粉，因为觉得洗衣粉会刮花我厕所，那些盐啊会刮花的，我也是蛮心痛的。所以我就是用很简单的方法清洁就够了。那么然后呢，那么我又完全冲洁了，嗱，我完全冲洁了，因为呢个厕所很少用，你想积一点点咧，当然有噶啦吓，咁啊，然后咧冲洗，冲到最干净先，咁我发觉它有污渍咧，可能系以前刮花，切下去啲污渍也不奇怪，有阵时你没有十全十美啦，你落一点点。是不是很清洁？用了一年多，有没有那种尿石头？没有。那你看周围没有。那么然后要怎么做了？那么然后我首先呢，我很注重里面给它打到油啊，给它渗透在里面，因为我很少用，所以变成呢我那个方法，那下边呢没有哪边怎么干净，因为那个厕所很少用，可能有积下来。就是厕所滴晒嘢过后咧，嗱，我嘴巴遮住。如果你唔遮住它咧，可能楼上咧，因为嗰阵我要整租咧，我要完全个厕所覆了油就删咧，唔好记得容易染嗰种大便啊、尿屎啊，啊，先出嚟。尽量剪到最低，用到最低。
那个其实用了一年了，你看这怎么样啊？可以吗？因为我现在尽量不用那种洗衣粉啊，刮花我之所的，我真的对它，我觉得会伤害它的。好像我做那种一点点的东西呢，其实是刮不到，因为可能它已经有点花了啦，有点凹凸啊，它做那种东西已经铺在里面了，没办法了，一点点的油你跟那旁边你用一下，是不是好干净？是没有跟你们说好好呢，没关系，我不急的嘛。来，我做给你看，就是你水呢放出来先。那个步骤蛮重要的，为什么蛮重要啊？因为我整个那油呢彻底连着那个马桶的底呢，因为它的流血好像那个厕所没有哪个厕所怎么干净，我想我头发有点扁，因为我用个布遮住我嘴巴。因为那些肮脏的楼上呢，如果没有水浸住呢，我想冲厕所的味道走出来很臭啊，甚至那病毒我怕嘛。啊，咁啊，然后呢，啊，咁啊，见到这只啦，最后这只我怕老上，有点害怕。咁啊，因为我发觉呢，呢样蛮重要，我觉得呢，我要完全将呢油啊打进里面，咁啊。用一点油先，用一点油，咁黐晒住先。啊，呢度系黐晒住啊。其实如果你唔做呢个步骤咧，亦是蛮失败嘅。我觉得蛮重要啊，嗰张纸，嗰张纸咧尽量将啲油啊整个黐手扑住嚟，因为我觉得呢样可能已经上到喎，即系蛮重要啦，因为将啲油咧完全扑住个纸咧。上面当你个水浸住咧，都唔怕它没有油嘛。令它嗰个马沙边呢度咧没有唔容易积嗰种石头，我很害怕出冲水出来。OK， 咁啊，容易整个厕所都系油啦。上面打咗很多个油覆住在里面。OK， 咁啊，快点放点油啦。如果唔系咧，楼上咧啲尿啊厕所啲水积下来咧。就令到它呢很快里面的油没有打进去呢，我们就觉得哎惨了。咁啊，嗱，吸冲地上面等一下，将啲油打进最底，打进最底，其他唔好点样用你面带边啊，就是用这个方法保留它，唔好另一种尿石头积住你个里面。咁啊，然后呢，我不用毛巾啦，因为用毛巾呢，甚至老实。先覆封了啦，没关系，我而家最嚟什么啦？就是很简单，拿呢个皮肤，我而家唔用洗衣粉啦，用洗衣粉弄到我个厕所咧，我好心痛啊！将啲水尽量抹啲，因为我怕楼上呢啲，没关系，而家先嚟清清洁洁咧，清洁洁啲水分，因为我等一下打油的时候咧，我怕弄到它的。厕所啲味道嗰啲油啊跟啲水隔开啊，没有怎么打得到完整厕所有油，所以我要怕啦嘛。以前啲尿石真系看到你真系而家有种红珠啊，哎呀真系而家我怕得要命，所以我现在真系想呢啲方法咧。不会麻烦的啦，你尽量啦。你看我厕所，我可以将佢可以够胆去翻的，玩一玩咯。很多人表演的时候，哎呀，去厕所里面去翻啊！你看你用了我方法，你都敢搏啊？OK， 我尽量将啲水啊，因为刚才我已经清洁了很厉害，我而家尽量咧，以前用洗衣粉咧，我今次就唔用洗衣粉。因为我的洗衣粉呢，还实实啊，会刮花个厕所。但是你用普通的清洁剂呢，我也怕伤害到马桶表面，所以我觉得不需要了。你能够用一种油呢，隔开嗰种尿渍啊、污渍啦，已经足够噶啦啦。尽量我呢将啲所有嘅油所有嘅水分打走先，尽量打到没有啦，好干啊。差不多了，现在都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没有水了，完全将你水，因为我怕你油跟水分干了，没有打到油嘞。
真系我有一种恐惧啦，因为以前呢，我用了三年的嗰个厕所咧，里面气流啊，还有呢度咧，很多黄黄嘅尿石头黄嘅渍，洗不掉，删不掉。哇！我现在洗厕所也是一种很小心啦、啊，用很多方法给它已经杀怕了嘛，所以我就用这个方法。你怎么打油啦？就是很简单。我今天用完就丢那个方法，你用个小石的脚，你这个袋你可以等一下拿出来装垃圾也可以，咁啊，我一只普通的袋，咁啊塞进去。为什么我要这么好呢？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咁啊，然后呢，将这种，首先打两个石，因为等我怕不及的，打哪里都可以，最重要你自己。要记得要怎么做啊？拿这个方法要打到周围都有。以前的方法呢，有什么不好呢？你自己猜啦，因为我有4、5、6个视频，教你怎么做，即系人就不断进步的嘛。咁好像我们的手机也是，第一代的，第三代，更后出来，更方便出来，就是我同一个道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咁啊，然后呢度很重要，哪一个部分都很重要，沾到油先，因为啲油咧可以搭啲尿啊、尿啊、石头啊，全部咧不会黏住你个厕所。你看我呢个厕所用已经黏多啦，嗱，为什么我要一咁厚嘅袋咧？其实系有它的用处的，啊，它的用处是什么？就是这么简单，嗱，因为每个厕所嘅款式不一样嘅，所以我要方便里面塞进去咧。给它好像饱满了，整个里面，当你塞进去的时候呢，不会怕它，容易咩咯，不会容易令到个厕所沾到油呢，你就害怕它黏住咯，所以我就用这个方法，呢度全部塞上去，如果没有这么个的口呢，你想到啦，不用我说了哈，对，我忍着，你揣的上面有点裂缝了。我怕它不均匀啦，咁啊一个袋厚啦嘛，咁啊成个铺进去啦嘛，即系而家对厕所一种恐惧嘅，生石头、生尿石头，一生到我，哎哟，很怕啦，很有一种恐惧啦，已经产生一种恐惧俾我啦，所以我而家用呢种咁啊清扫厕所嘅方法已经做得很，你看我每一个视频系不一样嘅。就是因为我要方便给你们，也方便给我自己嘛，不是为了怎么拍这么简单的啦，这种有很黏的很紧的啊，没关系，咁啊我个塞在里面啦，咁啊然后呢你可以拿种橄榄油啊，拿点橄榄油啊，我啊就咁样，拿点橄榄油，咁啊 OK， 你呢？因为这里有比较稀的橄榄油，比较稀的啊，各种比较浓缩的，所以因为我真系给我厕所一扫到，我已经变清清的啦，我唔怕对你说，喂，那个烦恼已经残咯，怎么办啊？你尿石头啊，洗也洗不掉啊，我讲真，你冇说啊，厕所其实我们系不可以用那种强力的。所以我的朋友说没关系啦，用漂白水就可以了，用什么也可以了。他们没有想到，当你用漂白水的时候，因为你的基本是牙的嘛，那你就等一下丢了，没所谓的啦，可以丢的啦。那你最怕的咪最塞进去可以点啦，很完美啦，尽量塞进去，塞进去很完美啦。因为我已经真的杀到面青青的了，咁多年，咁啊，然后装住两呢个垃圾，当垃圾袋啦。刚才用完的啲全部垃圾，嗱装住里面又不用浪费啦吓。咁啊，然后咧，我又跟你怎么做咧？咁啊，如果你BB 有过期嘅嘢咧，如果不够油嘅，咁你剩一点点上去给他。大便小便的时候，你来不及洗，用来不及，觉得它的油不够，你咪撒点油，撒点橄榄油咧，喷一点橄榄油去大便小便也可以，或者最不怕的问题，提出拉一下光巾上也可以。最重要你捉到它的技巧，进去了我就不用洗衣粉了，不用了。
因为什么我试过应该没有所谓，因为食品呢粗粗令到个食品呢刮花了，洗一次不是洗一次，一年洗五六次都是不行的了，洗次也不行，最后呢你清洁剂也不需要用到，因为你每天呢你油呢，因为我懒惰，你油呢可以隔开你肮脏的东西，所以平常当你洗的时候抹一下就好清洁好干净的，对吗？每一次都用水来冲它，所以你看头来看你油就在这个度，虽然很多，但因为这次呢我希望给你们看比较多一点点啦，看你自己认为了哈，最重要是里面整个厕所打扫，我现在完全没有用清洁剂来洗我厕所，因为漂白水啊清洁剂啊，虽然它不粗，洗衣粉啊粒粒很粗，但是用漂白水啊还有清洁剂啊，那个纸盆呢每一次你知道刮得多都会薄了花了薄了，就变成薄层就不见了了，所以我尽量呢我现在没有用梳子的，没有用梳子，现在连纸盆我都不用了，那么好像我用这个袋怎么清洁里面呢，你就知道我怎么做，你看一下，你照一下里面，你照镜一下，你看用了差不多一年了，你整个厕所应该几干净。首先用这个方法时，真系第一这个方法可以保，跟以前的视频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比较省时间，也不会尽量保护这个马桶，不会令到那个马桶刮花，好像保了也不好，因为你用洗用那种漂白水也不好嘛，所以变成我尽量保护它的表面，所以你的厕所就用得更久更久更久很久很久，你看，所以你自己喜欢啦，如果觉得真的因为我每一个视频呢因为我可以说了哈，每一个视频来说呢为什么我不同呢，因为主要呢我就想令到你们知道每一个厕所啊，每一个厕所啊，为什么我弄得不一样呢？每一个视频不一样，主要你们清楚，我教你们是用很好的方法，很清洁方法，保护厕所的方法。每一个视频，当我想到厕所会不会受花了啊、肮脏啊、保留啊，我想了很多东西，还有。所以每一次的视频其实不一样的，你感觉厕所有什么五六个，其实里面的内容是不一样，好像我们手机样，为什么最新的跟第一个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经过一次三次四次改良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改良，你喜欢呢你说我喜欢你第三个视频来方法来试试也可以吗，只不过我能够揣到最后的方法给你们用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我来用，我现在用这个方法，我不用那种洗衣粉磨损我的厕所，还有清洁剂漂白水也不用，梳子也不用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看了哈，拜拜。